把你的手都是踩正握，都是这样子握。学员们聚精会神地看教练示范如何正确握桨，以及坐上独木舟后如何操作划桨前进后退。由松山区公所及松山健康促进协会共同举办的新移民休闲舞蹈班，特别规划两堂松山运动中心著名且特有的水上独木舟运动体验，学员们都感到相当新奇有趣。开心参加这次的活动，然后要喜欢这个活动，因为什么可以玩水，跟小孩一起玩这样子。最近刚好放暑假了，小朋友也可以跟着一起上课，可以学习到更多。然后也安排了两次的周六可以水上运动，而且是很难得体验的独木舟，非常的开心。这是我是人生第一次可以上满堂的，然后这一次课程安排的非常的丰富，然后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每一节课都可以上到这样子。然后还有特别安排的礼拜六两次的亲子活动，这是我最开心的地方。跟着老师拉筋放松，并学习舞蹈动作。新移民休闲舞蹈班有来自中国、泰国、香港、印尼以及越南的新移民朋友参加。每次上完课，学员都觉得原本紧绷的身体放松许多，变得更年轻，心态也比以前更轻松开朗。我觉得松山区公所真的很用心在办，就是对我们新住民的这个课程真的很用心，就来参加这个课程，就是跟着老师这样子拉伸一下，然后跳一下，就觉得本来觉得全身很僵硬的，就是上完课以后就觉得全身都柔软的，就很舒服，所以就上这个课就很喜欢。松山区区长游竹平在结业式当天也到场亲自颁赠学员结业证书。游竹平区长表示，感谢学员们一直支持区公所每年所举办的新移民课程，从大家展现出的热情活力感受到大家对运动的喜爱，也欢迎大家常常到松山运动中心运动。而松山区公所每年都会规划多元的新移民课程，欢迎持续关注松山风情松山区公所脸书粉专公布的最新活动与课程讯息。松山区公所休闲舞蹈班独木舟，记者林希慧台北报道。